五斤重五斤重啊，四包。来加加包。今天天气不错哎、欸，今天天气不错。我是鸡丸，有啊吼。我看看是不是龙水。哪里有龙水？哇，四目鱼丸嘛有啊，四包。这个吗？应该有啦，没有吧？这个我看一下。应该没有龙。应该是比目鱼吧？哇！哎，真的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龙死了。好，各位先。龙死了。咸鱼啊，好，咸鱼啊。他有听到，他等一下才会卖。他们怕逃啊、喔！啊，怕逃啊！干我怕逃啊！我家。摔吗？摔吗？来咸鱼啦，咸鱼买两百块，两百块。你应该该买都买过了吧？来，这四只，这五只，来六只，两百块。八只碗留一包。什么咸鱼啊？秀山，等一下再留，因为今天我要看。啊，过来要咸鱼啊不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鱼啊？两百好不有哦，无人来啊吼。来，多人来。沙朗乌啊来，好多来，过来。沙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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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朗。豆豆早，对他没有去丰原，他跑去竹东载他的给戏了，因为他有一大堆的给戏丢在竹东，他今天去把那个竹东的给戏载回。我存一包俩，老板，咱们不够水饺啊，一包啊，无啊，存一包好，安尼无啊。今天不好理哦。我等一下尽量留，不日我都尽量留，尽量留而已。方双枣，来老板，沙朗有百分百块了。刺尾要鲜鱼，两百块一份。来五百块沙朗，感谢刺尾。厉害啊！来五百块的吧。把它当酒店。还有一个沙朗牛排，把它当酒店经营。四包五百。五天寿桃，沙朗牛排，沙朗牛排，沙朗牛排，五百块，拢有啊吼，四包五百拢有啊。沙朗的主题曲，沙朗。过是啥物来？哎，小姐，套票啦，套票。那会可以买，可以买，可以买。哦，你安怎？伊要富贵是啊。是哦，我连招伊无进来招。中汉路。哎，红点拢无牌啊，拢是。先不红。九点前会。就会到九点前就会到九点，九点要结束了。什么行情诶？九点其实就要结束了。我跳票诶，有啥么行情哦？买一千块，一千块太好啊啦！千咩好啊？一千块够啥么行情诶？是吗？干那刚一千块。来，一二三，哦，一四只，一五只，还是六只，七只要来，还是八只要来？你高招来，赶紧啊！你下早好无？也佫无啦，趁人也无济，也无遐少。十招你一千块，你就直接打。后过人过来无？再佫一个。来。一、两、给你。三、四、五、这七。这一直是讲的吼，千万袂使卖不卖哦。对。还佫有无啊？对啊，抓到一只，罚三万块。啊，人我卖五只着。五只五百块，来，小姐，五百哦。好，来。母的一只罚三万。还够人来无？两只罚六万。无啊吼，来变个一个好啦。三只罚九万。来。四。您刚走。我来买红金哦。无啊，迄红金倒去吹米多好食。志伟，你要留一份什么安吉吗？这个先放在里面火好不好？不要把它留在放在袋子里面，好可怜。苏凡早安。套厅我旁边，哇，四位拢有种招牌。套厅先卖，卖一千块。这么早，等一下再开始留啊！这么早，先他们忙一会再留。来，来，这几位？未来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只啦，五只，六只，四箱三只，七只，一千块啦。哦，这家拢有吼，这七至十只啦，好啦，刚刚好啦，七啦。你坐下，你坐下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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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想要套酒的啦，套酒过的人来无？套酒过的人要来无？一千块，还要套酒哦？套酒无安尼，我问直接卖，还买五百块、五百块啦，五百块先卖五百。套酒五百块哦，五百块。不一定大细只啦，不一定几条。服务要好吃，我好送诶。还个啥诶？好好好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来，套酒哥，我来，套酒哥来了。安怎啦？安怎啦？你讲你要分人啊？一千五就分人，无你就两分就五包就好啊。吓，无你就买两分五包啦。哦，买两分五包好啊。我来，你结五包。我拍 OK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路来哈。你讲黑梗，你讲黑梗，下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那个啊，小的那个啊，先把套出来，就是那个，这还没给人家，特比就是特比虾卷那个啊，小的小的，三箱，你要三箱吗？海哥先把套出来，如果要三箱，我跟他们讲，好，签了，有三箱吗？不要不要下礼拜啊。安娜，要三箱虾卷。我下礼拜了，我先下礼拜了，好不好？先开冷气嘛，不要紧啊。我跟我下礼拜再来。我在传那个。要三排骨，好，等一下叫他卖哈。对啊，就大小差。来个先不套皮喂，套皮过来来无？无啊吼。哎，套皮重量几箱啊？你要那个肛门？那唔肛门？你要那个肛门？我的变大神，你要那个肛门？哇！是要大地小地，十二加五偌济？啊，够减是七减三偌济？好。大的还是小的？今天有乌鱼子哦，今天有乌鱼子。好乌鱼皮啊！什么帅鱼？一千块好不？我把这大地这三地了。好，一千块来，第二地来，三地，四地来，五地，来六地来，腰皮这么大，还够人来不？帅鱼啊！贴一千块哟，来帅大地哥啊，来，过来啦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一千来。还过来要鳕鱼的嘛？来，哦，三地啦，哦，好，谢。还过什么帅鱼？鳕鱼嘛，一千。哦，帅鱼哥啊，来。他现在那个，他觉得他入学形象不好，他已经没关系了。我先要帅一大地，这我今这阵要多少？一千块了。好，来再给我吧，来。好，一壮 ，Hello。来，我爸哥。啊，今天可能顺顺利利的。你家会不会跑啊？啊，会不会跑？都会够嘛，都会够，都会够。你倒个蒙一下。不过你今天还是领先。我先要帅一耶。是刚找，没有栽培，没有栽培。阿哥，那么鳕鱼吧？无啊吼，阿人讲要要上排骨啦，要上排骨，要上排骨。我叫这现在卖鱼啊呢，我多利有，我多利嘛有。没有栽培，没有栽培。发我好，等一下。鳕鱼呀，五包，多利鱼啊，我这要上排骨就可以。来过来过来了，你过来。货很多吗？不知道哎。哎呦，要三排骨，你听我。是刚刚选猪肉三百好。啊不，起锅定两地两地啊，我看应该还有选猪肉，还有选猪肉。啊，你是南面刷来煮啊？哦，啊，这现在一包好无？你百来块，两包三二三啊，三百了。这两包200块先卖。什么讲要三排骨？两包。有头排骨。都不是人咧问要三排骨。来啦。大锅200块。啊，个人要食要三排骨，要啥排骨啦？你等于做点心就好啦。哦，你等于做点心。啊，个人爱无来？对哦，中药味袂足重的哦，中药味不很重哦。哎，两包200块。啊，个人爱无要三排骨，两包200块，要啥排骨？阿伯，嘿，干南无阿。要南无你许200块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卖晒啦。
阿哥人还无来，要上排骨啊！200块，200块。阿哥人要上排骨的无来，200块，200块敢够？你要要上排骨啦，来这来200块。阿哥人还无来赶去啦，阿哥有无？还是买一包100块嘛好？100块，100块等你食看嘛，不要紧啦，过年也未到的咧。100块，一包呀。那过年一礼拜后拢会较寒啦，过年一礼拜拢会较寒。你冬天啊，你若前天啊下晡时啊，巴肚枵啊，有食来食着啊。我想买100块、100块够无？啊，对不起。100块，吃啦吃啦吃啦。都是多少来食？100块，啊，搁想买100块够无？100块钱，100块。一摆拢有，后摆几啊无摆啦吼。较难找，诶，浙江有沙朗，有沙朗。姜母啊，赶快一百块。浙江有沙朗哦。快点找。我啷么姜母鸭？我啷么姜母啊吼？姜母鸭，两盒，200块啦。姜母啊，我啷么姜母鸭无啊？姜母啊，姜母鸭。100块，赶快100块，100块。够来买无？够来买够无？我100块有无？100块，姜母鸭拢有啊。来不要紧啦，我多先摆一个。多利以后啦，我多利以后啊嘞。两块三百一。三百一万，400块，400块。几包的啊？加啦加啦，来400块啦，今日我300块要刷一包哦。阿哥来买，无过先买400块啦，400一万啦。拢有啊吼。哦，拢有啊。你要吗？他四万够吧？他四万有啊。400一万啦。我几万一包来啦。他四万够一包啦。我两个要抛锚，之前抛个几。有人在偷吗？我这个鸡块两包，好好好。咸酥鸡啊！咸酥鸡啊！多利鱼。我袂炒，我冇煮啊。这一包百五的哦，大包的哦，两斤的。啊，你要重的是上尾卡，两斤重的啦，一重的。我要买鱼啊！买鱼，我太好的，我现捞的。太好，太好的哦，太好，再聊我来。来，我包有这大袋哦，大袋无大袋，你该看。大包的是不是？好。3包、4包。哇，包起。大包鹅啊！大包鹅啊！要大包鹅啊！啊，够了哈！大包鹅啊！大包鹅啊，我老弟。4包。4包哟，来4包个包，4包600块。哎。哦，少4百。哎，你安尼样省哎？啊，需要12+5袂样省。奇怪，想无。变大省，变大省，佮袂晓省。包什么？玻璃鱼哦，100块。来，啊，搁人要大袋无？1包100啦，买2包、1包拢欢喜了，哪晓得有人来？在下。玻璃鱼。2包。50包的哦。2包。哦，2包。2包是我阿姨的，我后头去一箱我啦。玻璃鱼搁一箱我啦。200块了，阿哥，两包多利鱼，我来掏钱来。阿红，我想要多利鱼的，有无？两包啊，不要钱。包红包啊。多利鱼。多利鱼。多利鱼，这无钱哦。那给这糖。过年还有几天哦？咱们做买拢会使。2月8号小年夜。2月9号除夕。阿哥下来。拢有哦。2月9号礼拜五除夕，然后你就想还有几个礼拜五。下礼拜天可以休息。为什么？不黑了。生日，他生日，你生日哦、喔、啊！你要喝酒是不是？不然为什么要休息？他要生日啊！啊，他生日他要唱歌啊！没有要唱歌啊！不行啊！就好刷紧，好刷紧。我需要一个人哦、喔，去看日出。对，一个人去看日出。一个人看日出。行，你咧陪孤队。你想要我都。第一个人去看日出，带三个人去那里陪你打麻将。过年除夕是礼拜五嘛？
鲈鱼哦，加州鲈，你还是在做加州鲈鱼哦。所以，这过年哦，你要用吹哦，吹这加州鲈较好吃。好啦，还佫上来来吧，伊还佫上来两百块啦。今天是1月14号。200块好来。好，礼拜五是1月12号。对，1月19号、1月26号、2月1号。2月1号。还佫两百下来来。这样子。200块肉鱼，大鱼啊。2月2号。2月2号。在上个礼拜五。中午啊，谢谢。在上个礼拜五，就是1月19、1月26跟2月2号。啊，2月9号就开始休息了。二月九号开始休息。你该做的，你该叫人做的，这哦。你要漏雨两百。商品就掉，好几块哦，鱼肉咯，青菜哪底啊个啊？这两块不一样。鱼干你会，你要漏雨。三盒500块啦。这个鱼干你要漏雨。品质要熟，现在我们点这些鱼，500块下来。什么鱼肉咯？哎，羊肉卤4盒500。多少人讲咩啊？无许，无许，来边啊来。还过来卖鱼肉咯无？加再三箱尔无啊啦，加加三箱尔。三箱我就无咧烦恼啦，再20箱我就许就爱烦恼啦，三箱我就无烦恼啦。来，过来，我过来，好无？较强你卖，等下后壁无通卖。过车咯。啊，过来，要羊肉卤无啦？羊肉卤的，无啊，吼，羊肉卤无人爱吼，来，这箱甲收起来，这箱收起来。这两块鱼啊，我甲卖掉，就250。这两块鱼啊，我搞人爱。你有买过肉鱼？你有买过肉鱼？哎，一个。来加州咯！你要你有要沙拉吗？沙拉，我阿要加拉嘛。志刚，你有要吗？你有要沙拉吗？加州咯，你够咸菜了，贵会响啊！因为你要咸猪肉300嘛。菜了贵，这样这菜了贵，300块哈，老板。今天刚海边，300块，哇！来加。你也要沙朗哦，好，所以你要沙朗肉鱼跟那个咸猪肉，加是1000块哦。来2包150的，来85，来到了，还85，哥哥上来150，加啦，还85，还哥上来150，852包85，蔡老板哥上来2包150，你早餐店你用的啦，等起你用气炸锅去煎就使，无一定要用蒸的啦，2包85。我现在150个人来无，150，哎呀，别个钱啦，最后一手工个人买啊，太浪费。150，哇吼，来加大路我来。对，那等一下帮你留。纪念加大路，你来。再继续搞。来，你加酒路来，加酒路大只水的。大只水我哇。这大只，这包巴肚较大片，内底有人啊。这种加州螺，但是外口人你也煮鲈鱼汤的啦。哦，这种无幼饲，完全无幼饲，即摆哦加州螺蛮贵啦，拢足贵的，比哦比金毛螺较贵。我问一下，是两买两买啊？你一斤卖开你800块啦，是啊，一买斤偌重哦？你两买又开三倍。我叫一下两买三倍，现在两买四倍好来，我叫一500块上来。别人要食加州鲈鱼的，今日嘛干这种鲈鱼尔，我讲这种买哦，你500块。今日干这种鲈鱼尔。上来来，个人要加州鲈鱼无？今天无金目鲈，两尾、三尾、四尾，你等于干煎做糖醋嘛？会使来加州鲈好话来。放给。可以从你还没留到，暂且我看见。你回去我看过。哪一个上来来这边来咯？国党花枝丸还有吗？花枝丸没有了。啊，有了，就是，哦，那还够有人来无？等一下，我叫他直接拿啊，等一下。够我。那他这个卖，我这那这个卖完，我就要拿一包。都顾唔捌食家己，今老两尾啊，等来吃，无买啊啦。所以你是要阿是食的就对啊，才要买，才买就对。够人来无？够人来无？加多卤鱼啊！来，够来够来啊！这加州螺吼，伊这抬开腹肚内底吼，较侪油正常诶。伊这肉幼哩吼，本身来较有那个，这较有油啊。你腹肚抬开若较有油诶鱼啊吼，代表肉足幼诶。郑双泽。像阿翔咁困难。我有在休息啊。加州螺生产在加州吗？不是诶，是在加里加拿大。啊，个人来无？是啊。个人来无加州螺啊？还是苹果汁的加州有鲈鱼吗？有。
那是不是加州？什么加州鲈鱼了？回去我查一下，为什么叫加州鲈鱼？我们买三只，我问改条，你来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叫加州。来表啦！立勋早。来过我来。哦，美洲淡水湖泊中，所以真的是在美国的。OK。嘿，有人讲吼，从今麦开始要家己出卖啊，买到做伙啊。是哦，为啥？弄到做卖，弄叫我卖不爽，从今麦开始要家己出卖啊。是今麦。今麦出去卖，想我再跟你讲。我叫人家买起来买。嗯。你无想要睬你呢？哈哈哈！你无想要睬你？我昨去因家甲伊参详卖鱼的代志，讲安尼，讲无两分钟就要甲我赶走。什么？你逼我甲你代志拢压出吗？你昨去带我装载啊？你也知？我刚好开干啊！还够省的，够省的啦。好好好聊天哦。够省的加酒喝啊！我两只喝两。千块啊，两只两千块，过来，你要不要两只要两千块够？还够来无？没有啦。两只两只。哦，过两只，我无啊。假气，因为讲。你是为老人家的家？老店吗？客厅吗？贵两贵两。人家找你哎，来。老人家。老人家。再来这几间刀嘿。来两只，来超级买一面的。来。来，三百个个人来无哈？拢有啊吼，来这。来这边。你也找三八。来，最后个只，叫钱能结束无？中午啊，我钱买，钱买，遐个是千个啊。三只，我只遐好啊。来，我钱买几多啊？几百片啊？啊，等下遐个搞过起来了，一，来，二嘞，三嘞，来，二嘞，三嘞，五嘞，来，昨干啦，阮算时家己一个食十只。伊拢食虾尔。卡拢阿上吃，吃吧，很吃吃吧。啊，够两百无？红金嘛，水的呢，一只一百块呢，一只一百块呢，这五只五百块过啦。要去找。我有没有叫一车？金龙三十五，这五只够五百块。够两百呀吼！好嘞，谢谢。来，五百块五百块。啊，够两百无哈？这我。